少人了啊，这一会儿。这是菏泽卷城的一家市院自助餐啊，10块钱灌包，看看能吃到多少种菜啊。这边有10多样的这个凉菜啊，那边还有10多样的热菜。再看具体都有啥菜啊，洋葱、黄瓜、猪皮豆、娃娃菜，还有这个黄花菜、香肠、豆角、苏瓜、花生米，还有这个银耳、西红柿炒鸡蛋、辣椒炒鸡蛋，还有这个豆腐片。这是鸡块啊，鸡块炒土豆、酸菜炒肉，还有这个麻婆豆腐炒猪血。这个是千叶豆腐，那个是茄子，这个是炒猪肺，芹菜炒肉，这个是这个叫腐竹，炒腐竹，这个炒豆腐片，辣椒炒肉，凉拌娃娃菜，还有爆笋瓜，看那个是凉拌花生米，这个是丝瓜，凉拌银耳，这个是鸡头。麻辣鸡头、五香豆干，这个10块钱啊，随便吃啊，不限量。然后来了还送一瓶啤酒啊，包括这边的两个汤，也是不限量啊，随便喝，随便吃。这一盆大米啊，还有这个两锅米哈，现成的大米。